好的，这串完成很好，后直五百四，直抵行换转递五百四十度，第一串它可以获得一个零点七的纵横难度价值分。好的，可惜了，触界扣了一个零点一，这非常可惜。九百后直九百马上接直抵行换转递一百360度。 这是一个0.8的难度价值的动作，他同样做这托马三滚，三滚360起倒立以后落下，再做托马旋旋，马上做一个助跑，弹身前方一周半前滚翻。 路跳挪到脚上，漂亮。